这个鞋坏了这事儿管不了，但是我能让田老师给你出个主意。哦，啊，今天田老师来了，你教他们一个小戏法吧。教戏法，教戏法，弥补一下好吗？好，好，来个绝的。啊，有绝的是吗？绝的，那太好了。变双鞋。这个戏法非常非常绝，到今天来说，没有一个人还在演。哎呀，有4000年的历史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从清朝开始的。一杯墨汁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表演？怎么着？不是墨汁儿。是墨汁儿。哎呀，是啊，把它放在这儿。怎么表演呢？魔术都讲究这个，变得快的，前面后边浇的浇的什么都没有。这毛巾，你看我今天就拿毛巾变了。变戏法得干个洗浴，这么一蒙，这么一盖，啊，看好了，还在这儿啊？对，说走，神不神？哎，这太神奇了。这还不算神，我再给换一个，我那再拿着道具去。你还有啊？还拿道具？还有我，你们说哥，哎，大哥，给我看着，别动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这魔术道具放心吧。啊，我看好，看好。那得来点绝的吧？哇，你瞧，这可以啊，这个看。发现什么了？他怎么会是这？刚才他不是拿这棍试了吗？哇塞，这个就拿这个蒙人，白的白的，嗯，哎，啊，反正是这样的啊，今天得拿出点绝活来，来个绝活，来个绝活，别动孩子们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哎，怎么了？不守规矩，不是你这徒弟怎么都这样呢？小辫。谁干的？不是你怎么这样？你我这么有戏，只能是我干的。还是你？我这个，我跟你这么说，我练了5年，你也够废物的。就您这个练5年，我们这一秒钟变清水，我跟你说。